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25日，星期四，欢迎收看本期怼文啪啪啪。首先是明星见讯，火箭少女101段奥娟引发的化妆间自拍照中，没有将正在换衣服的伞妮露出的一条胳膊打码就上传发出，被伞妮粉丝骂是中国版郑俊英。目前段奥娟已删除该照片。接下来是影视剧方面的消息，《勇者无惧》杀青照曝光，除了张丹峰与各位演员的合照，碧莹也在其中，而且还站在 C 位。对此网友疑惑，为啥这俩人还能出来蹦跶，并表示要抵制此剧。下面一则消息来自综艺圈，密室大逃脱邓伦被杨幂 Justin 的恶作剧吓到捂胸口尖叫。随后又被恐怖机器人强吓到躲在杨幂身后。他会动。并因亲密紧搂妹妹肩膀被杨幂粉丝喊新女婿。有病吧，这是个谣言。妻子的浪漫旅行，张智霖玩游戏大骂袁咏仪死女人。军友军友军友借开借开军友借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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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智霖都完全不会听的，我发现他，你这个死女人。两人互报外号，他捂脸踢亮亮的这段互怼，简直就是一对让人羡慕的活宝贝。他一起给对方起外号，你们有？当然有了，怎么可能？有啊有，管理员。哆啦 A 梦。哎，别说，谢谢像真的吗？不是吧？哆啦 A 梦。以上就是今天怼文啪啪啪的全部内容，我是蜜丝羊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想知道明星变美的秘密，就关注新羊的微信公众号吧。